物台上礼物多，我们礼物台上有拼装玩具、毛绒玩具、小朋友的游戏书，还有花园宝宝的各种玩具，都是给今天参加亲子游戏的小朋友们准备的。那现在就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了，马上让我们用掌声把今天的亲子家庭再一次请上场，欢迎你们。哎呀，小朋友们都已经迫不及待要拿玩具了哈。哎呀，我看最大的只有一个呀，这幸运儿不知道是谁了。来，我们先请小妞子，北京小妞，选哪个？想要哪个？哦，这个呀，真会拿，最大的一个。好嘞，小马，该你了。啊，这一套啊，好的，拼图玩具送给你，木质玩具该你了，宝贝儿。这个好嘞，木质拼图玩具，你要哪个？哦，小汽车是他的最爱了，该你了，冉冉。这个最大的这个，哦，这个小汽车啊，好的，宝宝工程师的车，你呢？最上面这花园宝宝的玩具，好嘞，该你了，牛牛，牛牛璇璇。哎呀，小男孩都喜欢木质拼装玩具啊。好，我们现场参加游戏的小朋友都拿到了自己喜欢的礼物哈。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人看月亮姐姐了，全在看礼物了，别提多开心了。那我们先来问问今天参加游戏的爸爸妈妈啊，今天你们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玩不好玩？好玩。累不累？累。有喊累的，有喊不累的哈，只要开心就好啊。小朋友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也希望电影机前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走进我们的七巧板，跟着你们的孩子一起来玩游戏。亲子总动员，宝贝乐翻天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